唔知阿长阿妈发生什么代志，也唔过我得负起责任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厨房那边拢处理好势啊？做温泉会馆的头家替你准备的是特别暗顿，无可能出差错。房间的摄影机我嘛处理好啊，阴暗哦，一定会照精彩。平日酒量袂歹，到凌晨点半我就感觉他就讲咧。蔡如闹了，这是大代志，会影响到桂林家。这件代志一定爱 double check。我再三确认过你的所有检查报告，确定你头壳内底并无肿瘤。我给你订的那顶假发，麻烦你替我取消。你所有的健康报告印出来，真歹势，你的肿瘤是恶性的。为什么偏偏是舌头？虽然我唔知阿长阿妈发生什么代志，也唔过我得负起责任，给你一个交代。所以你是听到我甲食饭店的人讲话，才跟踪我。啊，还佫有你的威胁检验师啊，替你传的假报告的代志哦，我哪有拢听到？你真正有够超过的，你就是咧利用志文的软心好人安尼，啊要骗伊甲你结婚哦。我袂当失去志文。叶丽美，你也来遮？哎呦，吴家秀啊！之前你的男朋友才为着你的代志，给我磕头下跪回死嘞呢！啊，你这样一外头就跟恁头家，哎呦，你坏坏哦！原来张阿妈代志是你做，你是安怎要做这种代志？你直接甲我讲，你想要开什么条件？我要好好利用这件代志来折磨你，看安怎我才袂吃亏，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几位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。到底要喝什么？你快决定了。你知道我喜欢少爷？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。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